中，爸爸，你为什么给我起这个名字？吃好了，上学去了。记得吃药。知道啦。爸，我上学去了。嗯，转学第一天不要迟到。你记住了。讲普通话，普通话。咱们这是在宁波，不是广东。知道了。爸，你怎么越来越啰嗦了？你妈要还在，我就不用啰嗦喽。爸，我上学去了。好了，注意安全。拜拜。拜拜。爸，我走了。嗯，千万不要迟到啊。放心吧。先把转学资料拿到教务处啊。嗯。他叫令狐冲。你们没有听错，就比令狐冲差那么一点，不，差两点。18年前他出生时，正赶上北京申奥成功那一刻，虽然老爸并没有接受护士们的建议，给他起个和奥运有关的名字，但多年后却把他送去练了体育，这也算是和奥运的一种缘分吧。现在高峰期，我骑车可比开车快。骑车不安全。放心吧，妈，我是谁啊？身手敏捷的武林高手。这个小伙子，姓李，名小龙。老爸是一家上市公司的 CEO， 也是李小龙的铁杆粉丝。加上宝贝儿子属蛇，便顺理成章的给他起了这么个名字。停车！兄弟，快走，我掩护。上班迟到，扣奖金算你的。能搞什么事啊？心平肺气是吧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那个大哥大姐，大家行个方便，这有个老奶奶要过马路，咱学雷锋做好事，保大家升官发大财。糟了，又迟到了。奶奶，那我上学去了。那我送您回家吧。大哥，行行好，开下门。谁大哥？叫老师。老师，麻烦您开下门。米小龙对吧？上学期你就经常迟到。来，登记一下再进。别啊，大哥。兄弟，
啊，老师，拜托了，快回来登记一下。这篇课文，我有一个梦想，实际上啊，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·路德·金1963年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的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说。我们要体会文中那些激情飞扬、极富感召力的语言特点。报告。开学第一天就迟到，看来你是下定决心要把上个学期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呀。没有老师，我不是有意的。不是有意的？那你说说看，开学第一天为什么迟到？闹钟又坏了？妈妈又记成星期天了？保姆脚扭了没法叫你起床？老师，我今天扶了一个老奶奶过马路。记错日子了吧？今天不是3月5号啊。哟，学雷锋做好事去了。反正我没办法辨别真假，有说不过你，那就暂且再相信你一次。回座位去吧。老师，我还没说完呢。然后我的山地车丢了，就去追小偷了。小偷抓着了？没。那你废什么话？我这不是正在向您阐述我迟到的综合理由吗？知道了，你这是扶老奶奶过马路的升级版。想站在外面听课是吧？好，我满足你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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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刚才讲的真的还是假的？假的，我一猜就是。才怪。刚才讲到哪儿了？马丁路德金啊，对，刚才啊我讲到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，大家记住啊，这三个人啊，不，这不是三个人，而是一个人啊。这个马丁路德金啊，他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演说，我有一个梦想。报告。你是谁？老师，我是刚转学过来的，主任直接让我来这个班。你就是从广东转过来那个令狐冲是吧？老师，不是令狐冲，是令狐冲。那请问大侠，新学校新学期第一天怎么迟到了呢？老师，我刚才扶一个奶奶过马路。你这个理由刚才那位大侠已经说过了。老师，是真的。报告老师，我可以给他作证，刚才就是我和他一起扶老奶奶过马路的。那个不是，他扶的，我帮他掩护的。我让你说话了吗？我让你站起来了吗？我就是实话实说而已。我信，我信还不行吗？我看你俩就是天生一对，那你就坐在那位大侠边上吧。李小龙，把你边上的位置清一下。半节课都给你俩耽误了。你们这个班本来就特殊，不是体育生就是艺考生，文化课基础本来就差，虽说高考分数线低点吧，但不认真怎么行？大学那么好上吗？啊，你们俩中午下课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下课。起立。老师再见。你也是体育生，广东来的？是。哎，那你普通话还挺标准啊。你真逗，这就听出来普通话标准了。嗯，广东人一般不都说是啊。你也要加入田径队吗？是。那你完了，你可不知道他们田径队牛魔王的厉害。哎，我说你们几个左一个问题右一个问题的，对令狐冲这么感兴趣啊？有没有把他的同桌本尊放在眼里？对对，哎，你可不知道，
自从他上一任同桌走了以后啊，他寂寞得很啊，独守空房的滋味不好受啊。你跟小屁还懂什么？成年了吗？还有你王文峰，什么牛魔王马魔王的，别吓唬我们家阿忠。真是认识一下，我叫米小龙，请多关照。我叫易元凯，易烊千玺的易，王源的源，王俊凯的凯。我叫甜心，不是小宝贝小甜心的甜心，是种田的田，欣欣向荣的心。我叫于梦。我叫韩露。还有我王文峰，不过我可不是体育生。切，小甜心呢还这个手呢，我就替大家握了，一人两秒，你们五个加本尊总共12秒，各位先请回吧，一会儿上课了。12秒还没到呢，在下可是很守信用的，以后在龙虎南高，本尊 Blues Me 会好好罩着你的。那两位大侠呢？去老赵办公室挨训了。令狐真倒霉，开学第一天就挨训。你觉得他俩今天真扶老奶奶过马路了？不会那么巧吧？小龙那嘴鼻子，迟到能编出100个借口来。可再编也不可能编这么假吧？你看他上一期编的多真呢，我都感觉奥斯卡都欠他一个最佳编剧奖了。我觉得今天那事是真的。理由？我不相信小龙，但我相信令狐。看他那面相，看他那眼神，一看就是个老实孩子。倒也是。甜心，你觉得呢？嗯。你在聊什么呢？每次和你吃饭，我都觉得自己是个养猪专业户。不是，你身为一个副班长，怎么这么说话呢？谁让你养了？这些都是我自己用钱买的。谁是猪？你说谁是猪？我只是打个比方，是你自己偏偏往上靠的。我靠！我靠！我就靠了，怎么着吧？粗俗。听见没？咱们校花说你粗俗，说我粗俗，我此靠非彼靠。哎呀，都是一个班的嘛，别生气，别生气。他校花呢？全校就他最有名媛气质，他不是校花，那谁是校花呀？宁可要隔壁的校渣，也不要本校的校花。哦，你不是喜欢凤翔女高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哦，想起来了。刘星萌，哎呀，你个文盲，那叫刘子萌。一聊到美女，耳朵就好使了，难怪经常约你表妹出来玩，原来是看上你表妹的闺蜜了呀。哎，吃你自己的。赵老师，您的外卖。哎，谢谢。今天就到这儿。不管这件事是真还是假的，下不为例。啊，赵老师，是真的，我对外卖发誓。啥？错了，我对天发誓。你发什么誓？迟到了就是迟到了。不管是扶老太太过马路，还是扶老大爷过马路，作为一个学生，迟到了就是错。没有任何理由，不信你们问问于老师。你们俩去吃饭吧。赵老师，又怎么了？那我们下次再看到老奶奶过马路，我们到底是扶还是不扶啊？我扶。I fool you， 啊！又没饭了。完了完了，我要落地成盒了。
什么是落地生疮？你不玩吃鸡的吗？是什么？王者呢？怎么了？老古董啊，我捡到宝贝了，我要发了。怎么了？一粒米。不会吧？逗你的啦，以后这事儿你可别往外说啊。你是我的，知道没？什么事别往外说？你是老古董的事儿。啊，好饿。有的多还差得多，差得多，差得多。能不能别一天到晚就知道啊？哎，来了来了，咱们班的武侠英雄来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快扶我，扶我起来。无敌的我还能再加个蓝条。你是那傻子吧？啊，人家是扶老太太过马路，不是扶那摔倒的老太太过马路。谁家那么有钱呢？就是。哎，等一下。嗯，我扶你了。谢谢你，小伙子。哎呦！哎，倒了倒了又。恭喜你发财了，恭喜你破产了。破产？不，不。还能救，还能救。于老师，下午第一节是上我们班的课吧？哦，对。你头怎么了？刚在走廊跟你们班保刚撞了一下。于老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要不要我陪你去医务室看一下？不用了，你让保刚跟班上同学说一声，我晚几分钟到。哎，好嘞。啊，对了，牛老师刚才来找过你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小花来找你了，凯哥，下周我们要交素描作业，你当我的模特呗。我不是和你说了吗？我对素描过敏。借口。那咱们班不新来了个大侠吗？画他，画他合适。画他。嗯，帅哥，下周我们要交素描作业，你做一回我的模特呗。我没有经验啊。等一下，多少钱？什么？出场费啊！我是他的经纪人。就知道谈钱，庸俗。不用理他。去看。小气。别伤心，我让你画。就这。你身材没他们好，都是美术生，相煎何太急。每个人来我这边领一张个人情况调查表。你爸拿一张。小龙，谢谢了。别急，别急，我借过，借过，借过。哎，班长，你头怎么了？小朋友，哪有那么多问题？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为什么别人在这看？再给我拿两个。哎。想啥呢？又想刘子萌了？我在想咱们历史课啥时候上啊？哎，在男校待久了，见个女老师都是双眼皮的。于老师一会儿就到。都怪你这乌鸦嘴，害得于老师又晚两分钟。
我说什么了？我就乌鸦嘴。反正你刚才说的话我不爱听。什么叫见个女老师都是双眼皮的？那于老师是一般女老师吗？那是咱们学校最温柔、最善良的历史老师。好了好了，咱不缺这两分钟嘛。你的女神一会儿就到了啊，乖，乖。起立。老师好。同学们好，坐。于老师的头怎么了？奇怪，跟班长头上伤的地方好像。哎，于老师受伤了，都怪你这乌鸦嘴，害得于老师脸上又有伤。又怪我？我说什么了？我就乌鸦嘴。哎呦！新学期的开篇，我们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。第一次世界大战呢，起始于1914年。大家抓紧点时间，因为牛家人又该急了。你们屋几个快点，我们先去了。好了，队长。马上就好。报告教练，集合完毕。你是新转学过来的？是的，教练。长这么秀气，真不像练体育的。还有谁没来？教练，李观海还没到。不会还没从老家回来吧？教练，李观海他回来了。前天我还在电影院看到他和一个女的。啥？没什么，教练。报告。趴下，100个俯卧撑。为什么？